今年有哪台 MPV 值得入手啊？那我觉得腾势 D9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。至少呢，从销量上来看，最近这半年它已经完全的超越了别克 GL8，是 MPV 的销量王。那要知道啊，腾势 D9 的起步价格比别克 GL8 可是贵了十万还多啊。那腾势 D9 和别克 GL8 最大的区别就是动力方式，腾势 D9 呢是新能源插电混动。 1.5T 的，是带了一台170千瓦的电动机，另外它还有纯电的版本。那腾势 D9 的外形啊，其实挺有气场的，尺寸呢也和 GL8 相仿。那它最大的优点呢，就是空间的表现特别的好，车内的 NVH、乘坐的感受都是比较优秀的。那车内的配置呢也很高，二排的座椅豪华舒适，不管是商务还是纯家用都是挺合适的。 它的缺点也有一些啊，内饰呢刚开始味道会有一点大，另外呢像发动机的噪音也不小，再有就是说一些功能啊和按键设置的不是特别合理，低配车型的纯电续航啊有点太低，但是呢瑕不掩瑜，你想要买这台车要实现的那些功能或者说需求，它其实都能够做得到，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三十四万起步，月销还能够稳定在一万左右的最重要的原因。